哇，这个挑战是，他还上滑梯。
我靠！哎，那翻过去了。行了，刚那一刀没打着。有点穷啊。
哎呀，难受。怎么没捡着啊？硬生生完成裁判游戏。我靠，真抬起巨人就被救了。怀表机器，怀表车厢。
说卖就卖呀，我的天！兵器多，数三连。中了风衣这么晃啊！玩个角色真的是累呀，换这换那。是不是丢了个磁铁啊？我听见声音了，没丢。
丢了。喂，这都能装的吗？我他妈服了。哇，各种迷之判定。贴门了，真的难受。那么窄的地方都算我去障碍物。机械在那儿，我看见他的娃娃。
哎，什么时候下去偷的？蛇皮。我怎么就按了个 Q？ 没捡着，
如果摆的我不敢去踩，踩了这人就没了。这是要组一把枪啊！收音机。这么快的吗？啊！这个电机刚才是完好的，我去打个佣兵没了。真你妈快呀，我操！
又是这个结石在窗户那边等着。哎，太真实了吧！前锋为了不吃一刀把球全交了，你是牛逼。没大心脏的这个人，我还得交个闪。不知道，据他这个结石出人了。过半了。没至于结实，但是能爬出去，不知道要多久。
爬出去了。